杨枝山聂荣洞第四集，这集也是完结篇，希望你能把影片整个都看完，感谢您。其实走了2公里，觉得就有点麻痹了，这边感觉上就跟前面进来看的感觉都一样。游客是蛮多的，因为连续假期。整个走起来最吵的地方就是帮你拍照的地方是最吵的，又拿那个小蜜蜂扩音器。走到景区最怕的就是那个。童子拜观音，状元拜塔，哇！这个就比较特别。我很担心我的电池会撑不到我坐出去，没关系。这个影片能拍多长就拍多长。我看我试着加快脚步好了。不好意思。妹妹，不好意思借我过，谢谢。弟弟，不好意思借我过，谢谢。谢谢。要爬楼梯喽！上上下下，现在又下楼梯，爬上爬下。哇，有画符咒在上面，这个应该是投影的。看一下我们现在走到哪了，哇，被人家破坏了，还有500米，太好了。好高啊！不知道在这里面手机信号还有没有？不简单呢，手机信号居然还有哎，4G 的还通，因为我在大陆是4G，我的手机不是5G 的。
走那么多，嘴巴好渴，没有带水进来，因为我知道要走路，所以说没有带水进来，想说不要背那么重。现在走到这边只有一个人自己在走，所以说没那么吵杂，好清幽了。这边中间还有一个写个九驿站，金喜来，距离洞口还有500米。哦，闻到好浓的酒味了，好香哦。摔完酒，已经走了2.6公里了。我有发现一件事啊，越走到接近出口的时候越安静，可能大家走路都走累了，就不会像先前那么的大声了。肚子在叫了，呱啦呱啦呱啦，肚子饿了，多走几趟可能可以瘦身。这边就很宽敞，
跟他扣扣扣，我觉得这个人很厉害，穿着硬底鞋来做这个，太厉害了。我走到后面的话就比较少了，确实有点缺氧的感觉，走起来头有点晕，应该是缺氧的感觉，加上有人在里面烧烟草，那种一闻到之后马上有点呼吸呼呼了，感觉好像快出去的感觉。天哪，前面是不是爬楼梯上去啊？你不要像爬台湾101这样吧，看起来还好，两层楼高，不知道。哇，相机要没电了，就 OK。我相机刚刚拍到没有电了，那现在呢，基本上这个电应该撑不了多久，那我就爬这个楼梯上去之后，我就把这个稍微视频先暂停一下，直到我要到出口处的时候我再来拍，中间如果有看到比较好看的我还是拍来拍好。这块电池应该撑不了多少，因为是早上拍的时候剩下的电。OK， 我就先视频拍到这里。OK， 我们终于走出来了。哦，出口到了，有点累，但是又不是很累。但是想到要往上爬这么多，我头都晕了。终于走出来了，出口处就这么简单，就是这样。OK， 走出来了，往上走了。那个小女孩在喊爸爸，还好不是喊我，要不然回去啊。我跟我那人解释都解释不完。神龙骨，好的，走出了聂龙洞的出口之后，出来就看到一个神龙骨几个字。比较头痛的是花蕨，还要爬这个楼梯上去，天哪！谁来救我啊？我已经缺氧了。我前方这个女的还在抽烟，我等她走了再上去好了。啊，怎么有这样的人？明明这景区有公告禁止吸烟了，还在吸。访问一位带着宝宝走到一半就睡着的做父亲的感受，走这个聂龙洞的感觉，可以讲一下吧。
抱小孩走一公里多的感觉是怎样？走到三分之一的时候，宝宝睡着了，剩下的全是我抱着走出来的，上坡、下坡，上台阶、下台阶。你建议？还有，哎，你建议人家抱宝宝来吗？我非常建议人家抱宝宝来，来体验一下做爸爸的辛苦。OK， 谢谢。我是 DJ 阿周，整体来讲，走了3.1公里左右吧，我已经把烈龙洞给走完了。这个景点呢，走到这边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，景点内真的很漂亮，很值得你走。但是呢，唯一的缺点，走到后面你会有点缺氧的感觉。再加上它这景区整体规划都是很好，可是呢，就是因为它有规划了，请大家不吸烟的一个公告，但是还是有不守规矩的人就在里面去抽他的烟。我不是说抽烟不好，但是你也要尊重别人，你适当的地方抽烟是很 OK 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抽烟会增加税收啊。那我不反对抽烟，但是该禁烟的地方我希望尊重别人，这是我个人的感觉。或许看这视频的有些朋友你本身也是抽烟，我相信你是水准很高的，在适当的地方吸烟的。好啦，那个有机会来到这边，记得背的东西越少越好，那水要带一下，像我没有带水啊，就出来景区就喝了一瓶这个景区在卖的饮料。也知道大陆景区呢，基本上呢在卖的饮料都比较贵，没有办法，还是要跟他买。这是我位在江西萍乡的聂龙洞，走完了，结束了。最后他这边你凭着他票根还可以搭他那个接驳的车，园内的接驳车到原先要进来的地方，大概就这样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感谢各位哦忍耐的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，看到最后让我做结尾，谢谢您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。那我这视频就真的就在稍微的做一个段落，后面如果还有机会，我还会继续拍视频。谢谢，拜拜。